啊、哦，我是保安，我看你孩子跑得匆匆忙忙的，没事吧？啊、哦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这门口有个钱包啊？钱包？这里面好几千块钱呢、啊，不信你出来看一下。啊、哦，可能是我刚刚出门的时候掉的，我这就开门啊。哎，好。今天保安李队长结婚，你没去随礼吗？哦，今天我值班，那个钱我是直接转过去的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们保安队长不是姓王吗？他孙子都好大了。老板，快报警！他不是我们小区的保安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就是刚刚跟着我的人。喂，是110吗？快点开门呐、啊，我还值班呢。哦，等下叔叔，我在拿钥匙。哦。你谁啊？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。谁说这是你的孩子啊？这是我的孩子，快还给我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小朋友，这是你弟弟吗？真可爱。是啊，我弟弟一岁多了。小朋友，给你玩具，让阿姨抱抱好不好呀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嗯，走。我是医保处的，你们的孩子医保都办了吗？啊、嗯，我正打算去办呢，一直没时间去。我就住在这小区，改天我上门免费给你办理吧。免费？真的吗？是的，你只要把地址填好给我就。医保卡不是应该去正规窗口办理吗？你们的服务可真好啊。哎呀，客气啥，都是一个小区的。我也想要一个儿子，你能帮我和他合个影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不拍了不拍了，弟弟不愿意了。作为阿姨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一起拍照呢？拍张照片而已，哭什么？宝宝真帅气真乖，阿姨带你去那边玩啊。妈妈，哎，你干嘛去？把孩子还给我。你谁啊？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。谁说这是你的孩子啊？这是我的孩子，快还给我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保安大哥，他抱着是我的孩子，你快帮我要回来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的？我就住在这个小区的七栋七零一，你看这里还有我和孩子的照片。哎，你的证据呢？哎呀，我的手机关机了，可这就是我的孩子呀。哎，阿姨站住，你说这个孩子是你的，你敢跟我们一起去派出所对质吗？我你是我们小区的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你敢跟我们一起去物业对峙吗？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吧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叔叔马上就走，你们是跑不掉的。赶紧走啊。妈妈，免费的背后都是有阴谋的，千万不能轻易相信。我是小陈哥，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。